大妈，这些价位是您之前选的，所以不能打折。我没选呢，谁选的呀？这是啊？不是，我照相之前你要告诉我这个价钱，我真的就不拍了。嗯、我怎么就哎呦这个？你看我告我选这个，我就不拍了。你这孩子怎么？妈妈是我选的，别说话。跟你说吧，这照相馆都有猫腻的，别说话啊。不，别结账。叫你们老板来，叫老板也没有用，大妈，真不能打折。不，你这还，哎呀。大妈理解你啊，你不管事儿，你收了也不算，你得找一个说话算数的人来，行不行啊？你把你们老板叫来，对不对？你我不能白拍这么一套照片，我白白花那么些钱，我心里这不舒坦呢，对不对？去叫你们老板去，快点的。妈，咱别闹了，我拿钱还不行吗？啊，你拿钱？你拿钱谁家的钱？不是咱家的钱呢？你不姓范呢？是不是啊？反正不是我的钱。不是，哎，就从30年前咱们俩在这咱们厂那个照相馆拍那个结婚照以后，啊，我就没见过钱什么样儿。不，你，算，不跟你说，别回家再说。叫你们老板来，姑娘，快点的，我跟你说不着，对吧？我好不容易这么大岁数拍到照片，我经理，这个没事，你上去我来解决啊。大妈，不，那个大姐，是您要投诉啊？不是，你是老板呢？我呀，我是这儿的经理。不，经理好不好使吧？哎呀，好使，比老板还好使。哎呀，那你叫老板娘呗。哎呀，大姐你太聪明了。我跟你说，你这大姐我认定了，你就叫我大妹子就行了。你有啥事儿跟我说啊？不是，我觉得咋听口音你像东北人呢？对呀，我祖宗八辈儿，不是我八辈儿祖宗那个。我祖上啊都是吉林的。哎呦，这不老乡老乡啊，大姐，你看遇着老乡了。你说我要不抄抄把你抄抄出来，我能见着老乡，就是缘分吗？缘分缘分。不是那啥呀，今天是这么回事，我呀不是我矫情，你看我根本就没选这个套餐，他非给我整成这个套餐。你说这整得我堵了半天了。你说我好不容易来拍套照片，咋能不能便宜点呢？咋一点价钱也说不下来呢？行，这事儿咱就这翻篇了，是吧？有你大妹子我在啊，大姐的问题就是我的问题。哎，你们听好了啊，今天他们的这个摄影套餐啊全免啊。好的，王总。不是，怎么样，满意吗？真的。不是你说话算数啊？你看我说话不算数，我敢出来跟大姐拍胸脯啊？是不是啊？我拍肿了的话，是不是大姐也不干呢？哎呀，太好了！那啥，不过说实话呀，啊，是这样子的，最近我们在搞一个优惠活动，这个凡是这个赶上第3000对新人呢来我们这儿拍照的，是可以享受这个免费的待遇的。所以呢，今天你们这正好是第3000对的新人。哎呀，那就是中奖了呗，中奖了！哎呀，太巧了！你看，你看，我说得找啊，不找咱还能中奖？肯定赶不上这3000对，对不对？那你高兴就好。大姐，如果我们要是拿到这种优惠的话呀，还是需要填一些资料和签一点字的。那这新郎官对吧？对，不是，这是男的老郎了，还新郎官，咋的呀？是让户主签呢？对，行，没问题，发工资还得按手印呢，签。那行，那个大姐夫，你跟我去一下那边，咱们那个签个字啊。那快去吧，哎呀，咱这边走，免费一点，快点儿的。快去呀，大姐夫。哎呀，这太巧了。哎呀！
你爸还没回来呢。那个妈，我去看一眼吧。哎，别，你我去吧，你陪妈。哎呦，真是，这时间过得太快了。就是啊，你这一晃就20多年过来了哈。你不会得老年痴呆了吧？记个数都差这么多，咱们整整有30年没见了。不，三十年没见了。不是，你是当年你离开咱们厂以后，走了以后就再咱俩没联系了，是吧？后来我正准备往北京搬的之前，我托人到你们家去打听过，就告诉我说你去广州了。那我也没有你的电话呀，也没你的音信。后来我就跟你们家留了个口信儿，我就搬北京来了。话说到这儿啊，我还真是得感谢师娘，要不是当年她到厂里那么一闹，估计我现在还在厂里等着拿救济呢。我跟你说，刚才我见到师娘啊，她心里咚咚咚都跳到嗓子眼里了。我给你接着。可是我害怕，我也得忍住，我就是想逗逗你，看到你看到我的样子到底是什么反应。没想到。那你先生呢？他呀，要，师傅，你看，你这衣服，这领子弄得窝窝囊囊的，是我们服务员没给你弄好啊？来，我给你系上啊，来，弄平了，我给你系上，勒里勒特的，啊，来，系这，爸，你签完了没？好。我签完了，就正准备下去了。我们走了啊！好，谢谢您，阿姨。哎呦，啥阿姨呀？咱俩是一辈儿的，是吧？对，叫我姐姐就行了。走，妈催着您呢。哎，好，走。这是我的名片啊，到时候你给我打电话，我请你吃好吃的。你可别忽悠师傅。哎呦，我还能忽悠你？赶快走吧。那什么，哎，那个，刚才不是签完字吗？我就坐下来随便聊两句。实际上我们也什么都没聊。那个什么，这事儿你就别跟你妈多说了啊。你妈这人啊，疑心重，可能再出点什么事儿。你放心吧，这种事儿我怎么敢随便跟我妈说呢？哎，就是嘛。哎爸，您看这地上没有300两银子吧？银子我全带走了。完了，我错了，我真的错了。不是，你错哪儿了？是我促成了爸跟那女的重逢的机会，我这不是错大发了吗？你话可不能这么说，你也不知道那女的在哪儿啊。再说了，那没准就是俩老朋友在一起见面呢。不，绝对不是老朋友。你是没看见，我看见他们俩坐在那儿，我去叫爸的时候，那个亲密的劲儿，不可能只是单纯的老朋友。别，去，你可别胡说八道的。我跟你说，这话千万不能让妈听见啊，听见之后咱们这家就垮了。我跟你说，妈对这事儿特别敏感。嗯，哎呀，你做人阳光点好不好？你说我爸那么大年纪，他能干什么呢？嗯，但愿吧。哎，爸，您老人家可一定要万劫不保呀！哎，什么呢？这是是保住晚节呀！哎，自己盛一次粥，你能累死啊？算了，不喝了。就是你家保姆，我去吧，不用了。你也不知道你爸吃多少，到时候盛多了再倒。那个，我进屋收拾收拾呢，你抓点紧，咱们迟到了。对，啊，好，哎，行，到时候见啊，好。
啊，我挂了啊。好，就这样，来。谁呀？没事儿。谁呀？卖保险的。徒弟给您倒茶。你闻闻，可香了。嗯，好茶。哎，你先生不在北京啊？嗯，对，北京、广州两地跑。嗯，在北京的时间不多。那他是干什么的？师傅，我跟您说了，你可千万别给我传出去啊！嗯，不传。嗯，你知道老虎皮、豹子胆、野山参吗？知道吧？这是咱东北的东西啊，对。把它倒腾到国外，贼赚钱。啊？不，这可都违法的。不违法能赚钱吗？美子，你们怎么这么干呢？这要出大事儿的，你知道吗？哎，他要是进去了，你说你怎么办？你儿子怎么办呢？啊！而且我跟你说，如果被抓进去，怎么也得判个十年八年的。我特喜欢看你着急的样子，贼好玩。坐。不是你觉得很好玩吗？你怎么这么激动啊？没法拿你生气。跟您说正经的吧，我老公啊是做生意的，平时我也不知道他具体干什么的，反正不是干违法的事儿的。不违法就行。我刚才啊是跟您开玩笑逗您玩呢。师傅你别说，咱们这么多年没见了，我心里真挺想你的，看到你可高兴了。哎，师傅，那我们见面的话，师娘那边不会有什么想法吧？她有什么想法啊？不是，这家里边我做主啊，都是她想法的，那我还是老爷们儿嘛，是吧？反正我就是不想影响您的生活。哎，那影响什么呀？哎，我媳妇儿，我接一下啊。我去一下洗手间。哎。喂，什么事儿那么烦呀、啊？说话。哎，怎么有什么指示啊？啊，没有去，我是就是在外边，不是喝点小酒啊？不，我这就没外人，就是朋友，啊。老板，小二多少钱？三块。谢谢啊。嗯，正好。回来，这都快吃饭了，一点信儿都没有，干啥去？两瓶啊？对。不，你跟谁呀？喝这么长时间，喝两瓶酒，啥意思啊？你这？那不就楼下？你弄点茶，快弄点茶。哎，那有个臭一篓子，啊，他没看时间嘛。这真行啊！你们下棋还下饭店里去了？我先清静了啊。哦，你不吃了？等会儿。哎，老孙那个，他有儿子，孝敬了两瓶酒。
又分了。你们也真好意思的。有便宜就占，这不是你教的吗？怎么是？你有便宜就占是对的，但你有高血压呀，你知道不？你要嘎嘣一下，我咋办呢？哎，凤儿，快点，快点呀！哎呀，你说你先倒了，我咋弄得动你呀？快点！这个骑羊马，挎着羊刀啊，夸唧夸唧往。哦，老婆，你就是太敏感了。哎呀，不至于。什么叫不至于呀？你是觉得我闲着没事干，我小题大做是吗？我跟你说啊，这事儿越来越严重了。哎呀，有那么严重吗？怎么没那么严重啊？你起来，你看着我，你看着我说。哎呀呀，行了，哎呀，好了，你说吧。我可告诉你啊，如果有一天你爸你妈感情出现问题，打得头破血流，你可别怪我没提醒你，别把责任往我头上扣啊。我跟你说，媳妇儿，我妈和我爸好了34年了，那是能说分开就分开的吗？你别看他俩平时掐得欢，但那心呐捆得紧紧的。哎呀，我跟你说吧，你就是平时黑锅背太多了，现在背上没锅了，你反倒觉得沉重了，惯性使然。哎呀，别想了，老婆，别想了啊！你们睡觉吧啊！叫！你起来，我真的有事儿跟你说，你起来。哎呀，你，哎呦，我大姐，你这是怎么了？你说。你爸今天这回来喝的酒，是在上楼前刚喝的。啊？你什么意思？我亲眼看见的。他在楼下小卖部买了这么大一瓶二锅头，一口就干了。他肯定是在外边干了什么事儿，回来晚了，就不好交代，所以就找了个理由骗妈的。你们男人不都爱喜欢这么干吗？你看，媳妇儿，你又上升到男人的一个高度。哎呀，老婆，没那么复杂。哎呀，怎么没那么复杂？那你说是怎么回事吧？你就是把事儿想得太简单。行了啊，好了，宝宝，好吧，咱们叫吧啊，有什么事情咱们明天再说。再说了，这天塌下来，有我妈搁那顶着呢啊。哎，我话还没说完呢，你说那这事见了，得想个办法吧。哎呀，有什么办法呀？啊，叫我，哎，要不这样，你明天跟着爸，你看看他在外边干嘛。大姐，我明天上班，哪有时间啊？那可是这事是因为我惹起的，你不去我去。跟你说个事儿，你差我们两个人难呐。是吗？真的假的呀？真的。哎呦，这衣服真好看耶。好看。挺好的。说吧，什么事儿？你就把你两个人奶给过呗。哎呀，这算什么事儿？好。怎么样，够不够？哎，够。行，小声说话啊。谢谢。说呀，现在这订奶的可得看好了。我们家订了，一共就5瓶奶。我昨天一看，哎，少2瓶。要不是我打电话盯着，这2瓶白下了。可不，我跟你说呀，现在这送报纸呢更没谱了。哎，到地方往这一扔，塌颠了，他也不管你收着没收着。是啊，我可得慎重啊。大妈。哎，放下，行啊，老范，你手疾眼快呀，这都逃脱不了你的法眼呢。那是，不是当年我们厂那保卫科就白干那7、8年了。哎，不对，你以前不是说你在车间里工作吗？好汉不提当年勇，过去事儿翻篇了。你看看这又不提，你这下期。
的真好。哎妈，你看啊，你看这照的给您照的这么年轻，你看这脸上一点褶都没有啊。就是啊，你看白白嫩嫩的，这干干净净的，像个大白菜。哎呀，其实妈本来脸上也没啥褶，你看你看看有吗？没有。有吧？哎妈妈，你别说啊，我爸这么一捯饬啊，也挺帅哈、啊。得了吧，你看他那笑多僵啊。那不跟冬天里那大萝卜一样吗？这萝卜白菜还挺配的。哎呀，行了，你看妈这笑容多自然。哎呀，你别说哈、啊，这有点当年我的风采。哎呀，你爸来看看。老范呐、啊，老范，你快来看看，孩子们给咱照这照片可好。老范，你爸这不够。哎，老范，你去看看。真的，你看你那脸呢，僵的跟那大冬天那大萝卜似的。你这，哎呀，人家孩子出钱让他咱照趟照片吧，你看看你，你也不整点好表情，弄得僵的。嗯，是啊，哎妈，你那脸啊拍的白白嫩嫩的，那表情是比爸要自然多了。哎，你拍的好，你好不就行了吗？我是有点白，我和当时画的没那么白啊。啊，那个。肯定是和那个摄影师后期做过的，现在技术那么高，你想多白就有多白。嗯，那我自己本来我也不黑。那是，关键是底子好。哎，来我吃，瞧瞧，妈要知道啊，有这技术，妈早知道的话就跟她说，把我弄得再瘦点儿，再年轻点儿，也不行，那就跟她不般配了。你倒是说句话，评价评价，实话实说，快点的。说什么呀？你就说那个照那照片呗。啊，对对对对，白，白的跟那大白豆腐似的。不是，豆腐西施，行了吧？豆腐西施。不是我说你这人，你别老在这装着看报纸，你能看懂吗？你这是。我怎么就看不懂了？起码那个节目预报我能懂吧？不是，那啥叫大白豆腐呀？啊，你这不糊弄我呢吗？这。你嫌我土了吧？我说土了吗？哎，我说土字了没有？再说土了有什么不好啊？范建国，哎，哎呀，你终于把实话说出来了，哈哈，你就是嫌我土了，你看见没有？你爸嫌我土了，谁不土啊？谁？那小狐狸精不土是吧？那几十年过去，他也成老狐狸精了。他不土，行了吧？我土。别说那没用的话啊！等会儿做饭去。不，你说我咋一跟你说话我这么憋气呢？我做，找你那小狐狸精，找你那老狐狸精去。嗯，妈，我跟你先做。行不行啊？就为了省这十块钱，我都来回溜四趟了。哎呀，这大周末的也不让我好好歇会儿。老婆，这不是十块钱那么简单的。我跟你说，你是我大老婆，小易这是我小老婆，你们两个都需要我爱护，需要我呵护的。那你什么时候也爱护爱护我呀？啊？要我接碗啊？讨厌！哎，你刚才说什么小老婆？我突然想起你妈刚才说的那句话了。哎，别看妈平时挺彪悍的，那偶尔也有小女人的时候啊！啊，你拉倒吧，她小女人，她怎么小女人了？你没听到吗？她酸溜溜的跟爸说什么“小狐狸精，老狐狸精”，这就是小女人的猜忌。他在说谁呀、啊？哎呦，我跟你说，老婆，自打我记事起，只要我爸和我妈一吵架，这小狐狸精肯定从水里就冒出来了。但是谁呢？我们谁都不知道。有的时候我都替他冤得慌。你说都没见过这个人，哎，我妈像炒黄豆似的，把人家翻来覆去的炒啊炒啊炒，你说人冤不冤啊？哎，那你见过他吗？
我是只闻其声，未见其人呢、啊。我估计我爸都忘了人长什么样了，就是一故人。故人啊？恐怕不是吧？哎，亮哥。啊？你还记得那天咱们在婚纱摄影楼看到那个女经理吗？哦，记得记得记得，怎么了？我怎么觉得她跟爸之间有点什么关系呢？哎，可别瞎猜疑啊，这话可不能胡说八道的。我跟你讲，你不看过那么多韩国电视剧吗？本来没事儿，一猜疑，事儿就闹大了。我比谁都希望这事儿不是真的。哎呀，老天保佑啊，可千万别是，要不然我罪过可大了。行了行了，赶紧擦小意。小老婆，小老婆，擦。这怎么用啊？这个？我教你吧。喜欢肯定喜欢，多少钱啊？这个提钱干嘛呀？那根本就不是问题。现在问题是你妈，只要你妈高兴，那一切问题都不是问题了。哎，这是治颈椎的，我还买了一个治腰的，到时候给你爸用。哎呀，为咱俩事儿你还挺伤心。那当然了，我跟你说，为了你，我怎么着都行，给你们家当一辈子保姆都行。后再回来吗？我不知道，我自个儿说的呀。婉儿啊，我给妈开一个门。这是我妈的房间。建立，哎呀，不行了，婉儿，我们上厕所怎么办啊？哎呀，我给妈开一个门。哎呀，你怎么还把门反锁上了呢？这。这孩子大白天锁什么门啊？你说你这个啊？妈啊，来来来来来，坐坐坐，我还没换鞋呢，你这妈啊，坐，人家给你准备惊喜呢，你找新男朋友了？什么呀？哎呀，你妈呀，不是驴，你给上个套啊！你舒服？哎呀呀，哎呀，哎呀妈，哎呀妈，妈妈扎扎的，挺舒服。你给妈拿下来先啊！哎呦，还怕你不喜欢呢？挺好的，挺老贵的吧？多少钱买的呀？嗨，钱你甭管，妈，现在什么重要都没您的身体重要。闺女长大了，懂事了，知道孝敬爸了。嗯，哎呀，这一晃啊，我嫁给你爸都30多年了，这时间呢、啊、跟狗跑的似的飞快。那是，我上班都上了多少年了？是啊，上班上这么些年，你到现在你还一人呢。哼，也是啊。你说妈有时候就想，当初妈要是同意你跟那叫啥小啥来着，小飞啊，对，小飞，当初妈心一横，你俩结婚了，那现在不外孙子都满地跑了。妈带妈那时候也不知道她现在能出息成这样，不是？这都多少年前的事儿。再说了，好马不吃回头草，反正现在回头草也没了。我现在不着急，这事儿再说吧。哎呀，你呀，那是皇上不急太监急呀！我和你爸多大岁数了啊？你啥意思啊？你还真想等到我和你爸牙都掉了，眼睛啥也看不见了，你再找啊？那前儿你妈就看不见外孙子长啥样了。那不是之前人家有来着吗？你们不是不满意吗？
那我能满意吗？我一个比一个长得磕碜，好容易整个图钉吧，长得挺精神的，那还是个二手货。哎呀，我知道妈，知道你是为我好，要不然能拼命拦我吗？你放心，我现在跟图钉，那他走他的过街天桥，我走我的人行横道，反正找不着比图钉好的，我就独身一辈子。有什么呀，无所谓。你说啥呢？你这孩子，啊不，你真打算一棵树上吊死啊？妈也不是硬拦着你和图钉好，知道不？那你说你俩吧，你俩成朋友没问题，妈绝不反对。可你俩要结婚，你得当后妈，你知道多大责任呐？可不容易呢。怎么说你能明白？你三十好几的人了，你自个儿琢磨吧。儿打不由娘啊！哎，把那玩意儿拿来。哎，这玩意儿真挺好的。是个药引子，今儿就是手术，我妈那神经咔嚓就痛了。我跟你说，范大夫，你就是一花朵在世啊你！切，明天我爸我妈结婚纪念日，你一定要盛装出席，好好表现，争取让我妈对你宽大处理。这东西是什么？这鸟啊！鸟啊！啊！一天饺子，元宝呀！元宝，元宝是金的。满天飞的都是钱，有银元宝吗？哎呀，这房价这么好吗？哎呀！哎呦，真漂亮！哎呀，瞧瞧，还行吧。这是主座，好，来了，主座你来了，你坐，哎呀，行了，是户主嘛，有谁呀？户主，户主，对，你不管，你坐，我坐这儿。爸妈，你们先坐着点菜，我去接一下我爸妈，他们也快到了。哦，好，好，哎，我去，我接，你点菜，张罗着啊。咱往哪儿去吧？这么豪华的地儿，全整齐点。你有没有在出汗的东西？我这。王夫人，哎，小婉，阿姨，我们没来晚吧？没有没有，都刚到，我们也刚到。哎，在十六包间哦，十六。您先进去，我给咱安排排菜什么的。OK， 好。哎，巧巧啊，这地儿有点贵，真是太贵了。你让妈心里吃个明白，这到底得花多少钱呢？哎呀，没事儿，妈，你这会儿就别钱不钱的了，咱们又不是就经常能来，难得的，贵不贵无所谓。咱捡点便宜的菜。哎呀，哎呦，亲家亲家母，快进来，亲家亲家母，快来，坐吧坐吧。您这是我和俏俏他爸一点心意，祝你们长青不老，恩爱百年。谢谢。您看，你就来吃个饭嘛，还带礼物来。应该的。快坐。这是让你们破。我打开了啊。打开看看。哎，打开看看。来，俏俏帮我一把。小心点啊。当。哇。哎。这咱哥太漂亮了，你是这么漂亮，你这哪舍得吃啊，是吧？红衣绿纱都漂亮。不是那名字后面那仨字是啥呀？我那是贤伉俪。贤啥？不是甜咸的咸，是那个贤惠的贤，贤伉俪。不是我，恩爱的意思，恩爱的意思。说咱俩恩爱就恩。
咱俩特幸福。行哎，行，对，幸福，哎，幸福，幸福，谢谢哈、啊。那啥，别点了，你让你妈点，来来来，亲家母，来来来，点菜，来来。哎，你们点，你们点，我用个洗手间啊。哦，哎，那我也去。啊，妈，我跟你一块儿，跟你一块儿啊！这孩子多大了，上洗手间也跟你。师傅，谢谢你啊。起来，重视起来，这么晚不早点、啊？不是你不知道，你昨天晚上跟我说完这事儿以后，你走了吧，我就开始分析琢磨，琢磨分析，分析琢磨，琢磨分析，最后就失眠了。我今儿早上起来一睁开眼，我就去洗取西服，不去洗去了吗？怎么样？嗯，像个帅哥。什么像个帅哥？那就是个帅哥。我跟你说，这衣服我只穿过一次，就是结婚的时候穿的。哎，不。王芳，你别误会，我不是那意思，我是说，就这衣服，就穿过一次，不是因为它珍贵，而不，嗨，你不是想让我盛装出席吗？哎，丑死了！啊，那我脱了它吧。哎呀，行了，都什么时候了，人都到了，赶紧进去。哎，婉儿，我心里有点没底，我想还是算了吧。对，哎哎啊，什么时候了？你现在想当逃兵？没事吧你？不是，我这心里面七上八下的。你说见了你妈，万一要不行，这事儿不砸了吗？有我在，怕什么呀？一会儿听我口令，看我眼神，走。行。刚才看见有一个那个。哎哎，姐，你赶紧来，快快快！妈不会点，您点，快快快快。女儿爸妈，我带了一朋友来。哎呀，你看这丫头，那啥，你交男朋友了啊？新男朋友啊？那你就叫进来呗，你跟爸妈还有啥保密的？你看这孩子。那个阿姨好，叔叔好，叔叔好，那个。我徒弟儿，我今天是代表我自己来，向阿姨、向叔叔，祝你们结婚周年快乐。我请你了吗？啊？你是给我们道喜来的，还是给我们送葬来的？你带朵白花啥意思呀你？啊，不是那个阿姨，这手机链，手机链，这是。范婉啊，这可是家宴哈，你整个外人来算干嘛的？哎，行行，注意素质。你知道什么呀你？你管得了吗？这么大事儿，少说话。我不管，不管。我告诉你，你们俩肯定是一直瞒着我在私底下好着来着，糊弄我吧，是不是？您不说让我想清楚了就行了吗？我想清楚了，就是行，徒弟。我啥时候说过？我啥时候说过这话？您不是自己说的吗？只要我跟黄鹏生分了，徒弟您可以接受。鼻子上脸吧你！啊？我什么时候说过？你是想把你妈这张老脸在所有人面前都丢了，是不是？咋的？全世界男人都死光了，是不是？非得找一个离我婚的二手货呀？啊！别拽着我！我是说过，就算我说了，我说过你跟黄丰收分了，我给你自由，我同意过你跟他吗？我同意过吗？我告诉你，徒弟，那天在医院你怎么跟我说的？你签的合同现在还在我手上。你就是个小人，你出尔反尔的，给我滚出去！阿姨，您不同意我跟范婉在一块儿，我可以理解，但是您得尊重我呀！我尊重你，你让我尊重我咋尊重你啊？让你坐到这儿来，我给你夹菜，你起开，你看敢不敢坐这儿？你过来坐！不用，阿姨不用这样，但是您也不能骂我呀，您也不能侮辱我，侮辱我也是违法的呀！骂你违法呀？啊，骂人违法，你没见过违法的是吧？我今天就让你见识见识什么叫违法。哎，妈，你干嘛？哎，妈，见识见识什么叫违法。听见没有？妈，哎呀妈，哎呀，哎，老爷，哎，有起来吧，怎么样呀？啊，来，我扶你起来啊。哎呦，腰啊，腰怎么了？腰哪儿啊？是这儿吗？啊，腰怎么了？徒弟，
没事吧？哎。